凭什么和我斗？那么想和他一起死，我成全你。在下王子敬，公子怎么称呼？叫我小白就行啊。小白兄，对不起，我是狐仙。我出来报恩的。我不记得了，因为是500年前的样子。如果你有什么心愿，你一定要告诉我，我也想为你做点什么。子敬，对不起。傻孩子，千载难逢的不是冤魂白丹，是为成就彼此舍生忘死的真心。当初是谁中了丹，现在就有谁来收割。以天命取丹没错，我知道成仙是你最重要的事情，我愿意成全你。子敬，愿你取丹相赠，你一定能成为狐仙的，还是个好狐仙。性命若能让至亲至爱如愿，那也不算失去。功名无非是让子敬更有能力去保护别人。子敬，这真是我想要的吗？